好，看到没有？对，怕疼的可以用指针去做。如果用指针，用手指代替针，怎么做呢？压住这个穴位，看到没有？压住这个穴，压到它有酸麻胀痛之后，向指尖方向推，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用以指代针的方法就不用扎毫针了，扎了毫针就不需要以指代针了。我讲的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穴位的一个处方，不同针的一个用途啊，不同针的一个用途。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法令穴。来，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法令穴。来，这个你看，为什么扎的这个针呢？针感特别好，你看整个肚子都红了啊。法令穴的位置在哪里呢？其边缘，大概你看啊，你看这个肚脐是不是圆的？好，下方这个边缘，下方的边缘下半寸来，然后呢，我们旁开左右各旁开1.5寸，对不对？哎，这边的话，你看它是以哪个边缘线的？这边的话就是你这个边角下半寸，然后旁开，看到没有？这边的话，你这个边角下半寸，然后旁开，这里面不要搞错啊，对。对，大概就是在这个5点跟7点的这个位置下半寸，你把肚脐看成一个圆，你看把肚脐看成一个圆，顶上是不是我们时钟12点，底下最底下正中是不是6点，两边是不是为5点跟7点呢？对的，把肚脐看成时钟。好，大家看啊，那你看啊，对，5点的方向下半寸，然后旁开1.5寸啊，就为左边的。7点的位置下半寸旁开1.5寸，拇指最宽的地方为1寸，一半就是半寸，大概目测这两个手指是1.5寸，理解没有？你看下半寸旁开1.5寸，那么这个针的话啊，这个针的话，大家看清楚它怎么扎了没有？好，看清楚了没有？好，对，你要注意它的深度以及它的一个要注意它的深度以及它的这个长度，这个要把它区分开来。好，那么它行针的话，你可以拿着针，把这个针往高速方向挑，使针尖往上翘，一二三四，注意力放上去。行针时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在这个法令纹上面啊。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三个是自己行，自己数啊。对，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一个手指放到针的下方，看到没有？放到针柄的下方，食指放到针柄的下方，另外一个手指压住这个针柄，使针体上翘，它的原理是相通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自己数到三个四。那么我这个法令穴啊，我再扎给大家看一下啊。对，我再扎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啊，把这个肉捏起来，看到没有？把肉捏起来之后，在皮肤的高点下0.5厘米的这个层面竞争，这是层面。那么这是它深度的一个层面，那是不是还有长度呢？理解没有？这个长度的话，大家看啊，对，你看皮肤高点下0.5公分的位置竞争，这个针都是一次性使用啊。这个竞争之后，你看啊，快速破皮，这个针不要多次使用，多次使用一个是不卫生，一个是扎得疼。好，你看，那么这个已经在皮下了0.5公分了，对不对？那它是不是还有一个长度呢？这个针要沿着这个平面接着进，你看这就对了。好，那对，然后有些说了，哎，以指代针怎么办呢？以指代针你就从两边压住这个肉，把它往上提，一、二、三、四，对，这就以指代针啊，对，好，OK。我们主要是以针灸的方式去进行讲解哈，对，主要是以针灸的方式去进行讲解。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抓到两边的太极啊，两边的太极来，内踝高点上1.5寸，向后推行三个，一二三四五六，一四五六，看不到是吧？好，来，内踝高点上1.5寸，向后跟方向退1寸啊，来，行三个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行完左边之后，行右边了，内踝高点上1.5，向后跟退一寸。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那咱们扎针正常是留针，因为模特老师等一下还要做其他的所以我先把针给他取了。你看以指代针的话，就压住这个穴位，有酸麻胀痛之后保持这个压力，然后往上方推，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啊，有酸麻胀痛，然后保持压力，然后再推。来，两边的鱼气，鱼气的话呢，先左后右，大家看啊，
来，这是我们拇指，这是我们手掌，拇指跟手掌连接的这个骨头的正中啊，这个正中就是鱼际，偏向赤白皱际的地方，那目测啊，15度角到30度角向指尖，那微提它形成三个四，来，1234，1234，1234，三个四，来，扎完左边之后扎右边啊，来，扎完左边之后啊，扎完左边之后扎右边了，1234，1234，1234，对不对？你指带针怎么做呢？来，我们看一看啊。如果说你指带针的话啊，你指带针的话呢，你同样啊，你是压住这个穴位，看到没有？压住这个穴位，好，对，你指带针的话呢，你同样你压住这个穴位，出现双麻胀痛之后啊，出现双麻胀痛之后，保持这个力量，不要松掉，然后按照我们针刺的这个方向进行推按啊，它的扎针行多少下？你指带针就是多少下，这是不变的，1234，1234，1234，理解没有？那你指带针里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妙招啊，还有很多的小妙招。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太白，这个太白的话呢，如果你向上扎的话，你不会扎的话，你就把它调整为直刺也是可以的。好，太白的话呢，脚的一指跟二指这个缝隙向我们腕部的方向走，走到骨头跟肌肉的这个交接点，就是倒穴的太白。但是直刺的话，你这里没办法扎，所以呢，你只能够先往指尖的方向退半寸左右，然后呢，你看斜刺向上，你就能扎了，理解了没有？好，来，微提它形成三个五，1234，1234，1234，1234，5。对，你指带针同样的方法啊，也是压住之后往上方推，出现双麻胀后往上方推。接下来足三里，足三里的位置在哪里呢？大家看，这是膝盖的髌骨，膝盖髌。外下脚到这里，好，外下脚的下三寸，三指的宽度，四指的宽度为三寸，好，下三寸，然后再往下 1.5 寸，两个手指的宽度就是 1.5 寸，这个是倒穴的，倒穴的足三里。好，对，你足三里我们在临床当中是不是经常用呢？是不是？好，那你们以后扎到足三里了，你通通按照龟师傅讲的这个倒穴去取穴。来，所有人可以来体验一下啊，扎完足三里之后，按我讲的倒穴，按我讲的太白，扎完以后，你看你整个脾胃，看你整个肚子是什么感觉。想学技术一定要好做。好，那你是提它形成三个五，1234，1234，1234，5。好 ,OK。因此带针一样的啊，压住穴位，看到没有？压住这个穴位之后，朝扎针的这个方向啊，压到它有双麻胀痛之后，朝扎针的这个方向去推按，1234，1234，1234，5。好，对，因此带针的话，很多时候也是说需要留针的，不是说做完以后不管它啊。嗯，好，然后呢，来，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来，我们喝口水先啊！来，把镜头再调一调，不对。好 ，OK 了。好，男女是一样的扎法啊，男女是一样的扎法。好，那我们小伙伴们，那来，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呢？对，所以你跟着龟医师傅学呢，你真的学不会啊！大家看，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法令纹，大家可以再次的看看这个板书啊，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讲呢，有的。好，对，我们可以再次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板书啊，可以再次的，我们来看看板书，来看一下啊。好，对，男女是一样的扎法啊，留针中间行3遍到5遍，对的啊，对对对对，好，来1、2、3啊 ，OK。好，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法令纹。哎，那我们的模特老师给大家看一看啊，帅不帅？来，到我后面来吧。好，来，帅不帅？刚才自然表情啊，微笑法令纹就出来了啊，微笑呢，表情纹它自己就出来了。对，你看整个面色跟刚才对比是怎么样的？你就看他的脸色跟我的脸色是不是不相同啊？好，对。然后我们这个大家看啊，如果说我们正常在微笑的话啊，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纹啊，这个叫表情，这个是正常的，理解没有？就是说你那个啊，你笑得很厉害的话，那个法令纹就出来的。来，你过来自然表情给大家看一看，你就不做任何的表情。包括我们在做美雕的时候啊，我们在做美雕的话呢，我们都是啊面部不带有任何的表情去拍照，这个时候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啊。好了，去吧。哎呀，你看同学们说你长得顺眼的，好，
对，好，然后呢，我们再持续的来，咱们往下看。好，你看这个法令纹，你看我们之前扎了一次的一个效果啊，一次的一个效果。而我们的美雕，我们是不扎面部的。15度角到30度角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过来就是15度嘛，这里就是30度嘛，啊。好，那我们下面呢，进入到一个实操的一个小节啊，进入到一个实操的一个小节。然后呢，我们法令穴呢，这个呢要用3x401.1寸半的针啊，深度0.3到0.5，长度2.6，其他的呢就是0.25×25一寸的针，然后扎到这个针不掉就可以了。0.3到0.5厘米啊，凝神聚气啊，心法呢是凝神聚气，注意力要集中在面部上面哦，在留针的时候就尽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面部上面。这个针方呢，一次见效，7天一疗程，日常保健30天一次。这个针方的思路呢是补气调血，抽象起宣。新针时注意力放到这个患处上面啊。新增3遍到5遍，每一遍呢，你都引导患者去做对比哦，这个很重要。你每一遍新增，你都引导患者去做对比，好，都引导患者去做对比，这一步很重要，它可以调动患者的一个气血的循环，使效果加倍。你不要说，哎呀，等你做完之后你再去做对比，不是的，你就是每行一遍啊，你就去做对比。如果说患者的这个体感呢不明显，或者你扎出来效果呢？你看你行了一遍针呢，你效果不理想，对不对？你可以加多这个行针的这个次数，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在留针里面，你行针3遍到5遍之间啊，行3遍到5遍之间，对不对？那么你看正常效果好的，你就行3遍就可以了。如果说哎呀这个效果不好的，你可以行到5遍去，理解没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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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呢，我们来禁忌症是心脏病不扎针，风险不是从针灸上面来的，心脏病它随时可能发生猝死，糖尿病可以扎，但是糖尿病有囊足的我们就不给它扎了，酒后不扎针，因为酒后猝死的可多了，那孕妇不扎针，好，那我们讲到的三个急，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我先喝口水啊。对，我先喝口水。什么纹我们都可以做啊，什么纹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家的美雕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存在啊。哇，对，好多人，特别多。好，来，有问题我们可以问啊。对，有问题我们现在提问啊。好，师傅给大家进入到一个答疑的一个环节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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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像对像这个明星是不是？哎，好，来有问题问我，再看大家的问题啊。针只扎那么一点点吗？对的，要扎那么深干嘛？这个针不在于针，而在于心。好，对我们每个针方拿出来的话，都是震撼全场的啊。对，每个针拿出来都是震撼全场的。有没有跟着做的家人呢？有没有做出效果的家人吗？可以分享一下。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呢，我们这样子行针会不会痛？不痛的，在腹部扎针是不痛的。你们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你看痛不痛？好，太溪是不是在传统的太溪上一寸？这样子理解勉强可以，实际它要偏向里侧一点。它要偏向于里侧一点。怕针可以用指针呢、啊。那所以呢，我们为了随时随地服务于患者百姓我们一定要跟着规古医学到底啊。对，我们的针可以一直带针，自己可以给自己扎吗？可以扎，只要你自己够得着的话，那就可以扎，对。那我们99%的针方全部都可以自己扎。对，有没有跟做的做出来？什么感觉？包括你们那个做完以后，你们的法令纹有没有变浅呢？不单是说龟医师傅做得好，你们更要做得更好，要留针的。刚才演示的话，留针的时间还是没有留到位的啊，但是它已经就有这么强的一个变化的，是不是啊？一剂行3个式啊，嵌针的话可以留到6个小时去啊。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讲，有的。好，然后哎呀哎呀，是不是网络异常的呢？
啊，我的网络是不是出现异常了？你们看得到我看得住在老师在在吗？对对对对，啊，住在老师在吗？我正常吗？啊，对，咱们的蒸翻呢效果非常的持久啊，咱们的蒸翻效果非常的持久啊，远期也好，近期也好。啊，好，正常就好了。我刚才看到我这边电脑提示我的网络异常了啊。嗯，好，法令穴近多深？法令穴的话，深度，你看它这个深度，你看你拿个针灸盒子给我，啊，这个吧，来拿个给我，大家看啊，这个深度跟长度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个盒子上面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大家看，你比如说这里是皮肤的表面，看到没有？对，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这是皮肤的表面，那皮肤表面 0.5 公分，那皮肤表面 0.5 公分是不是在这个层面里面有个针，看到没有在动？对，你看在这个层面是 0.5 公分，保持在这个面平行竞争 2.6 厘米的长度，理解没有？哎，对了，嗯，对，其实这样子来讲这个针的话，刚才我在讲到这个针，它对你们做完以后整个面色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30天一次是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健啊，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健，嗯，那你两个月如果是保健，能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啊，眼袋把抬头纹这些可以做吗？嘟嘟肉可以做吗？可以的，我们家的比较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啊，减肥是小问题的，报名我们一网课学习。穿日什么扎啊？讲不了，立刻讲不了。面色黄，这个蒸方嘛可以用。那其实我还不是讲到了一个美白的一个蒸方，白里透红啊。穿日纹一样吗？那穿日纹能一样啊？那你看穿日纹，你看啊，那我是没有穿日纹的。这个叫表情纹，我一抬它就有了。你看啊，这个叫穿日纹。那法令纹长在这个位置，它的扎法能相同吗？啊，141、242嘛，那、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泪沟也是小问题的啊，泪沟啊，抬头纹呢，那啥纹，眼袋这些，瘦腿的，那、这些都是小问题啊。我们的针杠杠的啊，老师太白和足三里基本都是扎左侧吗？对的，都是扎左侧，只要你扎到太白足三里，你就扎左边就对了啊。所以其实你越往后面学，是不是越简单呢？啊，而且你知道。如果说我给你们讲，如果说你懂得针翻配，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实际硬背这些针翻的啊。对对对对，好，然后呢这个大家看啊，法令纹你看今天晚上报名网课就送这个减肥针给大家，嘴有点歪了扎的有效吗？有的。以指代针的话，你们具体的那个操作细节啊，以指代针的那个操作细节具体的你可以在网课群里面问龟师傅，好不好？对对对对，自己扎自己，法令穴留到最后扎可以吗？可以的。嘟嘟穴可以治疗吗？可以的。眼袋可以消除的，可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连续做7天嘛，不，你前面3天每天做，后面的话你就看情况了，看情况。足三里下1寸刀还是1.5寸？下1寸刀1.5寸都是属于倒穴的这个足三里。哇，自己扎了扎了。面色有改善，表情纹也浅了，不见了，哎，很棒很棒啊！对对对对对对，那课程有回放吗？有回放。减肥要控制饮食吗？不需要，太过于油腻的就不吃了。咱们的针是通过调内脏去解决掉这个问题的，深度能摸到针身，对的啊。你一这个针一抬起来，你就能够看到那个针在皮下隐隐若现，那、隐隐若现啊。嵌针跟毫针，贴了嵌针也好，磁珠也好，也需要加指法的一个操作啊，也需要加指法的一个操作。疗程可以连续扎吗？你针口不痛，你就可以接着做。途中要中途要行针吗？肯定要行针呐、中途行针3遍到5遍呢。那咱们的针稳啊，眼期效果非常的稳定，不反弹啊啊！对对对，太阳穴可以做吗？可以做。对，法令纹刚才演示的没看到，那没看到不好意思。那说明你听课哪里了？那讲了2遍3遍的，你还没听，还是我没看到。膝关节肿胀可以治好吗？可以的，报名参加我们的网课学习啊。对了，我们在网课里面啊，网课里面呢，它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特殊针方叫返老还童针，这个针方可以让你的面容，让你的脏腑啊恢复到年轻态的一个水平啊，做出来效果非常非常的棒啊。高血压可以治疗吗？可以的。打呼噜有针方吗？我们网课里面的话呢，对于那个疾病的课外题呢，十个课外题可以给你解答八个，剩下两个达不到，一个是涉及到我们面授班的内容啊，核心内容。那不是核心内容都可以给你讲，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超过了我的学术范围。我们199的网课对于美雕的这些针方呢，对于美业的不免费提供答疑啊，这个问题咱们说清楚。但是呢我们网课里面啊，网课里面有个返老还童针，返老还童针它可以提升你们的面部啊，提升你们的面部，然后呢让你的面肤色呢变得更好啊，让你的肤色变得更好。肺结节在199的网课里面问龟师傅啊。好，然后呢这个我们接着啊，白内障报名199的网课学习。所以你看我们脏腑的这种美一定是这个我们面部的美一定是我们脏腑健康透出来的。去眼袋有针方吗？有，不过199没有。去斑有针方吗？有，199没有啊。想了解的话我们就报名199去了解。199的话呢对于美雕的针方是很少的。但是呢我们只有这么一个199的课程。扎针的顺序能变吗？你尽量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做呢，做的不到位的话不方便扎的话，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法令纹扎单侧吗？你扎左边管左边，扎右边管右边。我告诉你们，你每页上面你随便，你就不要说你就随便你做一个黄褐斑，一个疗程就是几万块钱啊。那我不可能，我在199里面我啥东西都没，那美雕美业爱美就得付出金钱作为代价，它又不影响你的健康。你问到我疾病相关的，我可以给你在199里面可以给你多讲，是不是？哎，子宫下垂有针方吗？有，报名我们199的网课学习。心脏病不做啊，返老还童针199的网课就讲啊，199的网课就讲好不好？子宫下垂可以解决的，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祛斑可以去吗？可以，不过199没有。你们想学技术的，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美雕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而且他学完以后他就能够落地，他就能够开展。你们很多那些直接在面部插的那些针，那些用正针还需要打麻药的，你们说学完以后他能开展啊？他能开展吗？老师你的针方很多心脏问题不能针，怎么理解？那心脏病随时有可能猝死吧，所以为了不引起这些纠纷也就不扎了。那其实你们如果说学针灸的都知道，任何的一本针灸书籍里面，任何的一本推拿拔罐艾灸的书籍里面都有讲到心脏病不做治疗啊。但是呢很多老师在临床当中不守禁忌而已啊。好，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很多同那我们是不是说非常的去关心到，就是我们你看减肥，这个减肥针效果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对，就在199里面教大家，你就学完这个减肥针之后，你做一个疗程的减肥，你几千上万你就收到了啊。